等等，来接着。嗯。哇，好酸啊！来接着。哇，接来了。咱们搞条新船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好，走，走快点。咱们搞自己来补补，咱俩都这么瘦，整天就当你老妹啊。好，走吧，走快点啊。那你跑啊，你跑啊，你跑啊，你跑啊。好。老妹，你在这里带荔枝啊，我跟你哥去抓鸡。嗯，好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就洗啊。小水，给他冲个热水澡，给他冲凉凉。听说荔枝沾酱油好吃，我来试一下，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？假的，骗人的，黑暗料理来的，这味道绝了。这个这只跟我们一样太瘦了，跟你一样瘦。老妹，小心点头上啊！嗯，人家中招了不？天！要想生活过得去，煲汤必须放枸杞。应该会很甜了、哦、吃过才知道。飞哥，闻到香味了没有？好香啊！给老妹搞个鸡腿先，来，你的，好。哇，酸酸甜甜，好吃。再来一下，多吃点。寿司枸杞粒。